清华区块链技术，苹果将帮助30万中国贫困学生脱贫。最新消息称，在今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年会上，我们所熟知的苹果的首席执行官的蒂姆·库克出席了本次开幕式，并发表了相关讲话。通过这次演讲宣布了有关于苹果的两件大事。首先，第一件事是苹果已经和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区块链联合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专注于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增强现实 AR 和无线技术的超前技术研究。而在2017年，苹果就已经投入了将近35个亿人民币。用于在中国进行相关工作的研发，而现在已经拥有了北京、深圳、上海和苏州这四个主要城市的研发中心。第二点，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苹果公司已经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儿童数据中心计划捐赠了2500万元人民币，而苹果公司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将近30多万名贫困地区的学生，通过从小学到初中的支持和培训，找到一些关于脱贫的有效途径。